哥们这次在巅峰殿堂局炸鱼，用牛仔这个角色到底强不强势？你们有没有在巅峰炸过鱼呀、啊？完了，不会是这个动作吧？我肯定是个爆人动作，没有。啊，野人在这吗？我操！野人怎么在这呀？我操！哎呦，多余的，多余的，真多余的。在这是多余的，知道吗？他这样下来了，快赶紧休息去，野人！我操，没有用啊！我们这把牛仔用比你大多了。OK OK， 可以。你不会闪现吧？应该不闪现。这把努力一下，应该是个素材局。可以，非常好，砸板砸中了啊！牛仔这个角色 OB 还是蛮简单的，但就是一个什么问题，就是你挂件的问题。所以挂件调整之后，后面就整个就很舒服了。是吧？信号给过了。哎，这个没勾着吗？操，这个没勾着。所以所有东西都可以这样子，所有东西都可以调整一下。你挂件当接管地看嘛，拉倒，不好 OB 的，飞轮搏命的，翻台机，我们人皇应该有产机。如果你想要在巅峰炸鱼的话，也可以看下方的课程，能够快速上手求生者，爽就完了。死角落也去，快死角上角落去。这一波到底最椅子算不最下面很掉皮？废墟闪击，挂不到。坏台电机球，哎呀，我去，快亮了，这才多少？竟然不打，好家伙！我去。